我做了十几年了，以前我就做的，我做了半辈子了。半辈子。那你们，你是这个是专业厨师，还是也是自学成才？自学成才，自学成才。哇，这个香啊！不过我们的菜全部是无污染，无污染，无公害，无污染。对。来，我们让师傅帮我们炒个菜啊。自己家小菜园种的菜 啊，炒一下水，开水烫一下。我见以前刷到一个山东青岛路边一个炒菜过油哥，是所有的菜都会过一下油。对，那叫焯水。焯水哦，要焯水。也叫焯水。哦。嗯。他那那种菜，你过了一遍油嘛，它没有别的什么异味的。哦。但是现在嘛，大家都不喜欢吃油太大了。油太大。用开水。没事，用开水也可以。烫一下，现在人都不吃油了。他这样炒的话也快啊，是吧？快啊、嗯！他把这个菜异味给提取出去。哦，还有异味，这些东西它都有异味。这个意思哦、嗯，是。还有别的味道。是。你花生米也是自己烫的啊？对呀、啊。啊、嗯。小青菜，5元一份。这种一焯水，它没有异味了。哦。我们又学到一招啊！把菜焯一下水就没有异味了，主要这没有农药残留。哦，是是吧？是没有农药残留。是，它本来有农药残留不得了。对，它有农药也就直接全部就淘洗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自家种的也不怎么打农药应该。哪个？我自家种的青菜也不打。一般不要打药。啊？看生虫的就做掉了。哦。你要焯水就没焯农药好焯了。啊。把这炒熟了。哎，你这个炉子也很有特点啊，这边还可以烧水啊，一个炉子。一炉两用啊，漂亮。那这种菜，它成也最少要25块钱。好了。哇，确实是量大实惠啊！看，哎呀，肯定好吃。